回归职业队吗？但我没有加入过职业队啊。他们就说我年纪太大，不给我加美，奇怪哎、欸。可怜呐、啊。搞什么东西？色皮色，色皮色哈！我刚刚在忙的时候，一直在那边唧唧歪歪，唧唧歪歪的，莫名其妙。Nope。职业几岁算年纪大？22岁吧，22岁左右就算太老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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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辅助回家了。太钝嘞！吓我一跳！我刚以为我点那一下他会死，结果他没死。好险好险，有珍娜帮忙。好，不要再跑了。来呀、啊，操作一波。虽然我死了，但我觉得我的走位很 OK 啦。有吧，你看我现在在手游里面的走位已经 OK 了， OK 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要记得哦，手机版的泛 W 不是靠哟，这可以按的哦。等一下像某个实况子，他直接跟我说，我昨天录了一支影片，结果我整场都没有按过 W。哎、欸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，你这样是要辅助哎、欸。On my way. Enemy slain. Nope. 哎、欸，来啊！怕啥呢？妈笨神啊 ！Killer Spring， 哇！你有种来干我啊！敢不敢？敢不敢？我就要你身上的双 B！ 秀不秀啊？哎、欸，你们可以不要在聊天室聊得那么开心吗？你们可以看一下吗？我现在512，我刚那个单杀姐，干、欸！你们可以不要那么敷衍吗？真过分！我打得那么认真，然后你们聊得那么开心，可怜呐、啊！可以一闪吗？好像可以，我还没试过，我有机会再帮你试试。干什么东西啦？啊，我已经表演过了啊！我的头，我的头 ！Unstoppable！欸、我刚其实就算他可以被听到，我只要测试闪现能不能一闪。我是在帮你们测试啊，也不是说那个啊，这可以啦，那你手要很快而已啊，你们的手指要跟我一样灵活，像我平常都在挖，我是说平常都在挖土来吃，所以我的手指是特别的灵活。Nope。等下三只一起打我，谁受得了？靠靠靠！啊！行嘞。你看，我现在是最 carry 的那个。什么叫我是饭桶？好好讲话，我的经济有9000多块。干什么东西啦？还抢我头哎、欸，这王八蛋！玩起来有差，不是你们真的很喜欢问玩起来跟电脑有没有差？你觉得他是跟电脑用一样的模式去玩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给我！哎、欸，不要抢！
抢抢抢，就知道抢，除了抢还会干嘛？会靠自己实力是不是？北七的。哦，好缓哦！看看我的细微走位，看好。老子准备要开秀，看我的细微细超细超，有没有有没有？我觉得他有点痛，所以我们先往后绕，然后还闪过了一个金褐色大绝，没关系，我们阿里没听到，再往后走一点，我们要做一个拉打，知道什么叫拉打吗？吼！你大放厥词，无所不掰的。进去很危险。他们那边一直射，一直射，没问题的。我的珍娜吹的还行。这珍娜会玩呐、啊，看起来一样。看起来不是看起来，他就是用英雄联盟下去做，他也是英雄联盟公司出的。那我所谓的你所谓的操作起来有没有一样？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白问的。你今天在玩英雄联盟的时候，你用的是滑鼠跟键盘；那你今天是用手机玩，你用的是你的大拇指。走位是要用滑的，技能要用滑的，那在这个差异上就很大啦。所以你们问我干？你们问我差在哪，我要怎么解释啊？就是不一样啊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哎、欸，感觉有头。啊，有点乱，有点乱。妈的，为什么我前面那两只都没扣血啊？我刚刚在那边团战的时候，我前面辅助跟那个谁站那么前面，他们没扣血，啊，扣血的是我。用模拟器玩，我跟你讲，这游戏没办法用模拟器玩。你用模拟器你会非常难玩，你的手速绝对不够快，真的，我自认。而且你都要用模拟器玩，你干嘛不直接玩电脑版就好？奇怪。哎，操！啊，他那个冰杖。阿里，你要死了，阿里！ Oh no！ 傻逼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会回来吗？哎、欸，我们又看到了一只小可爱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唢呐不走啊？他在那边晃，敢在我面前浪，我就让你死！什么圣剑银带？哦，神圣银剑。刚为什么我会看成圣剑银带？那个是电刀的那一条线，电刀的那一条线。